对啊，我没变轻松哎。对啊，不然你上来哦。去。对，然后就上来蛮好看。好，我们计时设备检测完毕哈，没问题。那麻烦工作人员就定位。OK， 我们也很欢迎的一些摄影爱好的这些朋友哈。那麻烦你们哦，这个马儿是比较敏感，所以请你们那个在摄影的时候不要正对着这个障碍的这个人家的跳跃点哦。因为马了，可能要跳的时候看到会吓到，稍微的黑一点，也希望呢，你们的这个合作，让我们的这个马术呢比赛在安全还有公平，也能够让他们发挥出最好的水准。那我们现在100年全国运动会障碍超越团体赛第二回合比赛正式开始。